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款合金弹头第二代版本的啊。这第二代版本主要是加入了一些新人物啊。那我们先进来看一下啊，就主要多出了三个角色，那这个战斗的场景也不一样啊，就是多了这后面这三个。那第一代版本只有主角啊，只有前面那个男的啊。那这个版本多了三个人物，这主要是沙漠战啊，这个版本主要是都是在沙漠里面。那第一代版本啊，那主要这沙漠里之后还有一些武器啊，好像也有所改进了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激光枪啊，然后这样子打比较方便。好，吃了个猴子。哇，这骆驼可以骑啊，到时候让骆驼有那个什么东西来着？就是像骆驼机器一样啊。好，先把这个货车给杀掉啊。这孩子有分数啊，把它吃了。哎，不是。啊，把这个人质给救了。炸弹。我们到护栅啊，这个老头会，哎，这个老头让他跑了，他会发出那个龟派气功啊，很厉害的。啊，这是一个副官啊，这副官也是比较好打啊。不过说好打也得注意，他这个导弹会追啊，也不算是很好打。这导弹要打很多次啊，他这个才会炸掉。哇，这骆驼可以骑啊，哇哇，好，我们骑上来。哇去！刚刚挡在他那个枪口那边啊，早知道不骑了。这骆驼感觉没啥用。好，没子弹的话，再试一下这个，骑一下啊，骑一下，将就一点。哇！直升飞机。啊，骑着他应该是打不到我吧？我要从头上打下去，应该也会中的。啊，不太清楚啊，还是坦克比较好用。好，我们下来。哎，第一张 boss 啊，这才是真 boss。不过没有枪了啊，没有枪不方便。刀，我的天啊！没子弹，没子弹啊，只能这样子跑。我去，搞得我都没地方躲了。哎，过了。哎，前面那个地方死了，那些人质又全部都没了。啊，那个拿白旗投降啊，这家伙是这个家伙在控制吗？好，我们继续骑我们的骆驼。好，我们吃了枪之后可以下来了。哇，散弹枪，这枪威力最强的啊！说真的，打 boss 的话，这散弹枪一两发它就挂了。呀呀呀！这边有僵尸啊，木乃伊啊。好嘞，这散弹枪你看打到他粉身碎骨。然后上面有个老头在招手，呵呵 ，Thank you。哎呀，我就吃到这个枪了，这枪不太好用，还好啊，打这些小兵还可以，打 boss 的话一般般。冲锋枪主要是速度快，让它速度快。如果被他吐到的话，会变成木乃伊啊，这是解药。老头。有什么好东西呢？Thank you. Oh no. 还是这个枪好用。来。
啊，还是 S 啊，这子弹我是什么喜欢的，如果能保留到 boss 的话就厉害了啊。这边有个妹子，妹妹，小偷吗？小偷吗？小偷，哇啊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天，这个木乃伊啊，这个木乃伊它分数很高，他手上拿了这个宝石50000分，这样子怎么打？我去啊，扔它变成木乃伊之后扔了这个炸弹了，变成这个火非常好用啊。好，到后面我们看有没有解药啊，解一下，然后这样子再被他那个毒给吐一次就会死掉。我跳，嗯，好，好了，解了，吃到解毒药。哇，这火我更喜欢。这小子在干嘛？在看那些古代文字啊？是不是木乃伊？哇去，哇去，太恐怖了！我啊，你还要吐火？这个还是把它弄了啊，差点被他给。散弹枪，好吧，散弹枪只需要一发，我们从这上面能跳上去吗？必须要从这边走啊。好，快到了、啊、这一张的 boss 了、啊、粉身碎骨。又是闪，哇，这一张的散弹枪好多啊。哎，那个子弹白的，明白吗？啊，死掉啊，死掉比较干脆啊，那变成木乃伊很难受。前面那些炸弹都给那个了。哇，这种枪怎么打 boss 啊？我也是醉了，这边还要解药哦。嗯。哇，这边有个这一台可以骑啊。不然这一张也不知道，没子弹也不知道怎么打。呵呵，哇，这也是机关枪啊、哦，非常帅气的。哎，机关枪，这也是机关枪。哎，来了来了啊，来了，这主要是看你的弹跳力啊，一直跳上去了啊，被夹死了。炸弹先扔。啊，我也是无理啊！那死的话，这样子就不好打了，人家打到何年何月？哦，好了，有枪了，有枪了，有枪了！哦、哇去，这样子轰了上去了、嗯。我这是在哪里啊？可能又要死了，又要死了，觉得没机会躲。好。哎，赶紧跑！还差一点点啊，我躲开了。我、哦、哎，这地方上来了，哦，上去。嗯、啊，这有点难打，哎。哇去，赶紧冲！啊，他现在也放导弹了，他可能大招又要来了。啊、哦！炸掉，废了！呵呵，还吓人呢、啊。Mission complete. Mission ready. Start. 好，我们继续跑啊！哇，这家伙，这士兵在烧火，你看。哇，这样子把他枪毙了，太残忍了。他烤了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要不要去吃一下？嗯，还在那边烧烤。这还要跳？你还要跳？啊、你个小混蛋！拿盾牌，我匕首啊！啊，匕首冲过去把他给刺死。啊，这啊，好，有机关枪了。这些士兵没拿枪吗？怎么都这么弱啊？大开杀戒啊！摩托车来了，摩托车来了。
炸弹给他炸几颗，然后这个坦克要轰哦，这边炸弹，啊，不然这个坦克要轰过来了。啊！用尽情的叫啊，尽情的叫。这哇哇，开了这个还要放导弹，厉害了啊！导弹枪，现在好像是在 X 版本里面又加入了很多武器啊，好像这个火箭筒也有，看他占敌方这种火箭筒也有。好的。哎，跳不上去，从这上面，好头，这是一节节，如果掉下去应该会死。哇，你妈空，哇，去，被撞死，死得好冤。没炸弹了，我去，他会不会冲过来？冲过来我会挂。这种枪挡他都不痛不痒，再来个老头，嗯，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被这个小子给偷袭了。老头，我来了，给我个子弹。好的。你还躲？你要地方躲吗？好，我们坐上飞机。哎，这多帅气啊！冲过去，冲过去啊！这些不管了，多多少少打几个吧，啊，不能往后打，这飞机有点不太好用啊。飞机打飞机，对吧？哇，这边飞机也很多架啊，都是敌方的。然后放炸弹啊，那个导弹、火箭筒。这张，时间也快到了啊 ，BOSS 来了。哦，如果我这架飞机废了，可能也就不太好打了。哦，有血的还好，如果跟他的大招那就死，可能就死。我记得好像可以躲在他的胯下。哦，废了，我在这里面打，我被压死哦，我去，快废了吧。哇，这没枪确实难打。用炸的也要把他炸死。又是零人了，好可怜啊。这游戏确实稍微有点有点那个难搞，因为这款游戏我确实玩的比较少，而其他游戏的话还是玩的很精的。好，这孩子在干嘛？跳，你跳，你继续。哎，哇，这个冰，带着一个冰箱啊，还会开来开去的。
哇，好多食物啊，我天，哇，吃到胖了，你看变成胖子了，吃胖了，吃胖了，我的天，老头给我下来油桶，咦，吃到撑死为止啊，吃过多了啊，吃太好，啊，肚皮被切开，这小杂兵还会老是扔炸弹，我去，我以为又中了，这不把它炸开，那敌兵都没完没了，一直一直伸出来，先把那个，哇，又变胖了，我的天，呵呵，这盾牌还挺厉害哦，来，给我个子弹，好，他变胖了，他的子弹也跟着变胖，这直升机也麻烦啊，是变胖，威力好像强了不少啊，那子弹也变大，你看这子弹威力变强了，直升机坦克啊，不是直升机，你看什么坦克，这坦克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速度没骆驼那么快，但是它有血，骆驼没血，再吃我一炮，哇，这是坦克，这坦克的这个炸弹好强悍啊，这速度相当快啊，我的天，把它炸成废铁，你看这炸弹呢，速度相当快啊，冲，老师在那边，老师在那边被他炸，哇，这敌兵还在空中飞，有没有汽油啊，来一罐，哇，大真的来了，废了，我知道，真的废了，他这些枪都能打，只能打这些像废铁，哇，去这种设备，哇，肚子被开了个大洞，啊，我的天，没枪又不好打了，扔炸弹，我去，躲吧，用躲的啊，哇，躲不了，就一个大炮就把我折磨成这样子。Mission complete. Mission five. Start. 好，这边有废车。哇，这车还要跳起来！啊啊！我的天啊！哦，跳起来了，吃饭了，哇，我刚刚变成胖子了，那些猪吃太多了，死
食物吃太多。他们也要拿小刀，这些小士兵太残忍了。然后，哇，这样子夹击，我没地方躲了，我去！哇，这还扔炸弹，哇，这，天空下面都有，死得惨，很惨啊，死得很惨。啊，这上面这两只真的好讨厌啊！不把他杀死没完没了的。同归于尽，现在同归于尽。哇！他也拿刀。这直升机不把他杀死的话，这士兵是出来个不完了。哇，从中间跳了出来。这随时可以死啊，炸弹留着没必要。感觉死了。哇，激光枪，这枪就犀利了。哇，三两下就是，这就方便了。有没有好武器啊？就差别很大的。没地方躲啊，我天啊。这下又惨了，这下。啊！士兵出不完的，这士兵。太难，这一张实在太难挡了。一旦死了之后，没武器就作死。这种枪怎么跟人讲啊？啊，这手枪。没完没了。我刚才也稍微找到它的规律了，红灯是不是有车啊？哎，别吓我！吃了一只猪，哦，会撞死人啊！哇，这枪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能吃到激光枪又死了。对，赶紧拿一个这种枪啊！这种枪来了就快了。还想又想偷袭我，哇，这些人爬得很鬼啊，是我的匕首吧。哦，红灯哪一边啊，是这边。激光枪还可以打到他后退啊，不然会被撞死。
那如果是那种步枪的话，应该是没办法打，就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炸弹吗？哇，这两个跑得好快！哎，龙，收起来杀！哇，不是啊，这激光的，激光感觉都没那个激光枪好用。打的它是一条直线啊，激光枪有时候还可以。还可以往斜的打，这个不能往斜的打，你看。哎，上面有这些鬼呀、啊，妖怪呀、啊！我天。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怪物，哇！去还会爆炸，它会爆炸，这玩意会爆炸。哇！这两只夹的会爆炸，我们不能跟他们太靠得太近啊！你要变红了，你会爆炸，会炸死，我去！哇！哎，怎么死的？突然间步兵不白就啊，跑得这么凄惨！哇，还翻跟斗了一下。我以为那样子又死了 ，boss， 又是这种没有，还好他是在下面，我炸弹回旋得到，放出那个激光啊，激光电，那速度这么慢没关系的，啊一下子那砰冲出来的那种才恐怖，这种很好躲，这种。光球很好躲，这种子弹真的是醉了。哇，变快了，你看，快死的时候，赶紧扔。哇，也变多了，这变强了。哇，太快了！是我的炸弹。我大概知道怎么躲了，就是这样子躲，没错。啊，这个就闪开。嗯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放的那种。还有规律的，你看，它有时候是在下面，有时候，哇，差点被电死啊！打他这个头就好了。哎呀，反正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他也快死了。
刚刚好过了，我的天。是不是还有一张？感觉有点长啊。Mission complete。第五关了。第六关是不是最后一关？ Mission complete。这些士兵，哇，我没枪啊，我快崩溃了，我没枪真的确实好难打，哇，又死了，是冻死的，我的天，我以为是怎么死的，他一旦掉下水里他就死掉。嗷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还有这么晃动，很难站得稳的这种东西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哇，是这个光头，这下尴尬了。这光头很难缠的，在第一个版本里面也有啊，在这个版本里面也有。他那个子弹，他的子弹不是小刀。哦，那光头被这个鲨鱼给吃了，只剩下骨头，死得这么惨。我哎呀，这是什么，我以为是有点类似于炸弹的那种东西，这怎么又突然死了，这后面的人在扔啊。哦，光线在下面，哇，他们的这个防护盾还非常的僵强。哇，这个士兵又跑过来追，这么长的。这是外星人的啊，对了，这一张是外星人，是外星人绑架，是外星人绑架。Oh my god！ 老头下来也给我个子弹。慌啊，怕什么，没地方躲，没地方躲，认命认命，我认命，我投降。哇去，被搞到都怕死了啊，如果要接的话那不知道要接几个了，我那么大便，你老头给个大便，你要死！呦呦呦呦，这外星人还是挺会叫的啊！Oh my god， 还挺会叫啊！喂喂。他们有拿枪的啊，我以为他们是用的什么射线来着。这老头又给那种大便。好，这个老头不要再给那种了。死，这还差不多。
打不到。他们也会跳，你看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哎，啊，我现在下不去，哎呀，说要下不去，哎，选错路程也很容易死。这种打一次都不死，这种打一次都不死。不是啊，我有小刀啊，怎么会死啊？那小刀割他们，自己挂了。还好子弹没吃。这个样子就快了嘛，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喂喂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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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啊，变成那种像蚯蚓一样的东西，打不完了吗？老头，管你呢。硬了，啊，吐了那种是蓝色的血啊，有点恶心。啊，是最终 boss 了，没错，这一张都是外星人啊，这外星人老大也在这里啊，一个大脑，是一个，啊，就这个是不是什么司令还是将军之类的，啊，被他抓住了，哎，这个好像被电死了，飞碟，这是飞碟对吧？啊，没死啊，那个家伙没死，被抓了是吧？好，哦，这里一会儿开战，我们都发抖了，我们男主角都发抖了。他那个会射人是吧？我们闪开。你看，果然发电。哇，哦，还可以斜着打的，厉害！还能斜着打。哎，危险！哎，这派兵出来了，我去，不行，打不到我的派兵出来打了。啊，我们只用真炸弹了。这种枪要打到何时啊？哦，来个老头好吗？爆炸了啊！这废铁，飞碟。其实还真正的 boss 是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外星人，哇，大的过来了啊，大的宇宙飞船。这个被回收。它只是这个的一个中心。啊，这样子打怎么玩？你说，这可能得一直死了。这人物没血的太坑了，这样子打确实有点难度。我去！啊，这！哦天哪！哇，我还躲了很多次了。没炸弹了，没炸弹。跳，哦，好蹲。Oh my god， 这个镭射光厉害了啊！
这种钱我不指望，可能能躲则躲。这种钱不能指望，如果是散弹签的话，打几发他就死掉了，不管你这个战舰有多大。人扔炸弹都这么吃力，何况是这种步枪，对吧？那边有辆坦克啊，在下面呢。炸弹先扔再说。做什么坦克？做死？应该他也快死了吧。坦克，我来了，好好的冲啊！好像才刚过，刚做那个坦克。这里产生了一起奸情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从那边这样子，他那个是自我牺牲啊，多么的英勇！呵呵，然后跟着去撞那个飞碟嘛，跟他同归于尽啊，非常伟大。呵呵，其实这样子应该还不算，还算还没过吧。那只很大的一只外星人好像要出来了，先看一下吧，我忘了。这个叫是被脱光光还是什么？哦哦，是被压死，是被压扁了啊。Mission complete。看他还很开心的。那些士兵都愣住了啊，这样子就通关了啊！我还以为还要打那个什么外星人呢，那好像是那个 X 版本的吧，我忘了啊。好，那过关了的话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先做到这里啊，大家拜拜。